媒体界震撼弹，84岁的媒体大亨梅铎决定不再担任21世纪福斯公司的 CEO， 而是让小儿子詹姆士接过这一头衔。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布，新公司管理层也许会从明年初开始启动，梅铎会与他的大儿子拉克伦一起担任执行董事长。